之一，里雕。什么叫里雕？就是从外向里将对方击打的拳抓住，是吧？有人说了，对方击打的速度很快啊，怎么能抓住呢？一个是千锤百炼，另一个是呢，你即使抓不住对方的手，将对方的击打的拳呢拨出体外，这就算你完成任务了啊，这算完成任务。正常的十三步，对方击打你的腹部，然后里雕，右手的里雕也是一样，配合身体旋转，即使抓不住，使对方的拳也能穿过去，是吧？也能穿过去，使你的腹部安全无恙。下面请看我们的示范动作。俺俩现在从十三步开始，对方用左拳击打我的腹部。这时候呢，你的只要能给他抓住，进攻啊，这都可以了哈，顶当，这都可以了。右手啊，右手，然后勾拳，勾拳踢挡，这都可以啊，这都可以。这样呢，踢主要最不好练习的就是抓手的速度，手指的力量。需要你的千锤百炼，可以抓一抓铁砂呀，拎一拎麻袋呀，是吧？把你手指的力量呢练得比较有劲儿。再一个呢，就是抓对方的时间差，稍慢了对方已经打动你的腹部了，稍快了对方拳还没有来，你的一拨空了，还是被对方打中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需要由慢到快反复的练习，然后在实战当中进行历练啊，进行历练。下面我们练习外踩。和里雕相反，对方拳击打你的面部，这时候你用过手就像上架和格挡一样，但是呢腕关节向外翻转，将对方来腕扣住，扣住以后你拳的腿呀随便发挥了，但是难度和里雕的难度是一样，抓手速度快呀，手指要有一定力量啊，但是在抓的时候呢，上体呢稍侧转，稍侧转，打这面的时候呢也是稍侧转啊，稍侧转，身体往里进便于你进攻。下面您看一下我们的示范动作。对方用左直拳击打我的面部，叼住他的腕子，可以呢打他的肋部，也可以向下拧打他的肋部啊，也可以呢直接就踢他的大腿外侧，这力量大就能给他踢倒，然后再踢腹部都可以啊。右一侧啊，右一侧左拳打我面部，叼住了，这时候呢就走到里边去了，就走到对手的里边去了，这不全是空吗？这你不随便打吗？是吧？而且你是主动，你手在这儿，马上打到头部，马上踢他裆部，马上打到腹部，是吧？也可以直接抱腿给他摔倒，啊，抱腿给摔倒。这是呢外踩，啊，外踩的一种方法，它呢比里雕呢稍微容易一点，因为它顺你这个手臂一滑动，你这个顺势一挪，运动力比较高。我们的上肢防守技术啊，就讲到这。下一讲呢，我们就讲下肢防守技术。Come on.
技术第二，也就是第二部分，下肢防守。下肢防守的第一节呢是小臂阻挡，用小臂的外侧、内侧包括膝关节阻挡对方的腿法。对方踢你的时候，对方踢你大腿外侧或者踢你的腰部，提起稍外转，那个大腿和小腿的外侧将对方腿挡在体外。对方踢你内侧，稍向内扣稍向内扣，将对方的腿用小腿挡出体外。下面看一下我们做的示范。对方用右边腿踢我的大腿外侧，注意看，再来一次，然后落地我就大直拳和他踢勾踢，踢勾踢，踢我的内侧，方法一样，来，再来一次，挡住，落地，他落地你就落地，这个腿落地的向前和向后，关系到你是否进攻和防守。如果你挡完以后落在这后退，远离对方，属于啥？属于你不想进攻，属于你不想进攻。如果你的腿挡住以后向前落地，同时击拳，这呢你就能够主动进攻打击对方，下面就看一下我们这个的练习。脚外侧阻挡，用脚外侧阻击对方腿法进攻，或者是对方想上步，你将对方的腿呢给挡住，不让他往前走了，这时你好打他。脚掌阻挡和脚外侧的阻挡呢略同，只是用前脚掌阻击对方，脚外侧阻挡，前脚掌阻挡。下面看一下我们示范动作，你们就清楚了。实战，对方想进步要踢腿，注意看，挡住他的腿，他重心向前，他再不能来，拳也打不着你。这时候呢，你可以打他，所以你这个拳落地时候用后拳很有力量的打他，很有力量的反击他。前脚掌进攻，再来，用前脚掌把对方呢阻住，不能进攻了。反击一样，挡住以后，对方重心稍向前，正便于你打拳，打勾拳呐、打抽手啊，打个船掌啊，等等呢，就把对方呢迎一下子，迎击的力量比较大，是吧？迎击力量比较大，所以呢，脚外侧和脚内侧阻挡，它是两种方法，我们便于大家理解，我就给合在一起讲给大家。下面请看这两种的练习方法录像。脚外侧憋，用大腿外侧憋，用大腿外侧憋刚才讲完脚外侧憋，用脚外侧憋了对方用腿法进攻，但是还没有接触你的时候，你用腿的外侧向前进步，靠住对方，使对方的腿发不出来，达到你呢反击对方的目的。如果你远离对方，对方就踹中你了。只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种憋的方法呢？是在对方离你很近的情况下，对方还要起腿踹你，这时你不得发出力，迅速向前把对方靠倒，最次把他靠的远离你，在靠的同时呢，你可以
并拳击打他妹妹。下面看一下示范。我们俩从十丈开始，但是距离很近，都用拳头打。他要踢腿踹我，注意看踢腿，哎，用你的脚外侧身体呀、啊，整个往前涌。再看一下啊，再往前来，踢起踹，哎，啊，憋住了啊，腿靠住了。他没能发出力呢，你那后腿发动力继续向前，用他，他就出去了。所以这涌的同时呢，他涌的同时呢，极大的操作，极大的操作，这样就达到了腿外侧憋。五，转直脚，直是指脚趾转直。对方踢你腿部的时候呢，转直，使对方的腿踢到你这儿，或者是他的位置就到这儿，踢不到你。这时候呢，你用撩腿啊，各种方法踢他。下面看一下我们做的示范。对方用弹腿踢我的小腿，注意看，收腿的时候发踢他，再来转，收腿的时候可以踹，都可以。这是转直脚，也可以用双转直，双转直同时啊，双转直以后同时踹，或者是发后腿。卷着脚踢，或者是踹，或者是用抽手啊，转直脚以后抽手，用手背击打对方面部，这都可以啊，这都可以。这是转直脚。第三部分，躲闪。躲闪是在防守啊当中一个比较主要的防守技术，它的技术难度是吧？不用手臂格挂对方，用上体的头部啊，身体的摇摆，躲闪对方的攻击，躲闪对方的攻击。这个技术呢，可以说是在拳击上比较多，在散手比赛当中呢运用的比较多。他呢可以空闲出两手干什么？击打对方，抱摔对方，啊，抱摔对方。下面我们练习躲闪技术当中的一后仰练习。后仰的练习的基本技术呢，从正常的十三步开始，对方拳迎面击来了。上体稍后仰，重心放在后腿上，啊，重心放在后腿上，使对方的拳呢就在你的面前，再不往前走了。当对方拳回去的时候，你马上反击对方。经常看到这样的练习啊，后仰直拳，后仰直拳，他的目的是躲闪对方的进攻，啊，重心放在这儿，马上蹬腿向前进攻。这个的腿和腰配合要协调。身体要像弹簧一样，如果你后仰的时间长，对方第二天发来，是你失掉重心，是你失掉重心，
所以你身体要像弹簧，对方拳回去你马上就回去，要快，反复做这个练习。下面看一下我们做的示范。对方左直拳击打我的面部，对方左直拳击打我的面部，注意看，哎，收拳，马上击打他，再来一次，收拳击打他，这是拳法反击，也可以收拳以后用腿法呀，什么都可以啊，什么都可以，要灵活运用。下面请看，后仰的录像练习。击打你的肩部或者你的胸部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做？不用手臂阻挡啊，肩部后撤，肩部后撤，把这肩这肩后撤，练习什么呢？练习肩的反应，也是你的肌肉反应啊。你摔跤啊也好啊，你是打拳也好啊，你得有这个反应，对方就要击中我了，在这一定的这个距离的情况下，什么对方拳还没有到，你就多多闪了，对方你马上变换另一种方法打你。听懂吗？你这个必须恰到好处，对方离你很近，还没有击到你的时候呢，肩往回撤，就是刮着一点也没有多大力量，因为力量已经化了，已经化了。下面看一下我们练习啊，对方左直拳打我的肩部，哎，速度快一点，收，他收你就收，别打，也可以呢，距离很近。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采用别的方法，就当打过来以后，哎，没有打到，收拳的时候呢，马上接着将对方摔倒。三，潜伏。潜伏这个动作能变化出很多的进攻方法来。对方用拳击打我的面部，我呢头部向下，两腿弯曲，重心下降，用头看对方，也可以收偏头，收偏头看对方的目的，你要反击对方，反击哪儿啊，反击哪儿，这是潜伏，打空档处，然后打空档处，对方用腿法踹你，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防守，但是动作幅度稍大，重心下降要稍低啊，动作稍低。下面请看一下我们的练习。对方用直拳打我的头部，注意看，潜伏下来以后，我要打他的腹部，来，哎，潜伏下来也可以抱腿踹他，啊，对方用腿踹我的头部，动作就要稍大，注意看，哎，这时你潜伏下去以后啊，你潜伏下以后，你可以抱他的腿。来，注意看一下啊，抱腿肩一用力就将他踹倒了，就将他踹倒了。四，左右躲闪。对方进攻你时候呢，你的左脚向左侧移动，稍甚中心下降，使对方的拳从你的身体右侧穿过，这叫左侧躲闪。右侧躲闪呢，同左侧躲闪相反啊，对方拳来了怎么办呢？我便于想用左手击打，可以上这条腿，使对方的拳从这穿过，然后呢底下打勾拳呐、啊，踢鞭腿呀、啊，都可以啊。这是左右侧躲闪，它和潜伏的动作呢有些不同，原因潜伏正对方重心下降和稍低头，他躲闪呢要是跨步，不跨步的时候也向左右侧摇摆，使身体你向左右侧晃动，使对方拳击空。下面看一下我们的示范。对方用左直拳击打我的面部，注意看，左向右侧，这时我的左手在这儿打勾拳，裆部腿部啊，马上反过来打他面部都可以，右侧躲闪也是一样啊，左侧我向这个方向躲闪，哎，打过来，
在这儿，我的眼睛瞅着他，眼睛瞅着他，这他全空，啊，全空，马上上去，一碰他就倒了，啊，击打，主要是躲闪技术好，恰到好处，你的时机掌握的是不准，是不准。如果你时机掌握的稍慢，被对方击中；稍快，对方还是没有打来，你就跑到一边去了，是吧？你就乱动，一消耗体力，二被对方的乱拳容易击中。下面请看一下左右躲闪的练习录像。摇闪，通过上身的摇摆躲避对方的摆拳也好啊，勾拳也好啊，包括踹腿踢腿都可以摇闪，但是防腿法的时候重心还是稍大，启动还是稍大。在摇闪的时候呢，你的右拳呢最好不要离开下巴，在你摇动的时候你手在这儿，对方勾拳打你面部又使你受伤了，所以这手放在这儿，对方击打的时候也打在你的手臂上，啊，打在手臂上，注意摇闪，啊，摇闪。对方的拳直拳打，你做摇闪，做光做头部摇闪就可以了，啊，不要动作太大，动作越小躲闪对方越难，而且反击的速度快，既节省体力，而且呢使对方怎么打也打不到。好，下面去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方法，练习示范。从实战部开始，对方要用这个摆拳击打我的面部，注意看，这儿来了，来一次，这儿来了，这时候他手在这儿已经无效了，或者手已经跑到下边去了，这你这个手腿就可以进攻吗？打呀踢呀踹呀都可以做，他用这个手打摆拳，注意看，哎，在这个位置看一下，再来一次，哎，躲过来以后不等他收回，注意看，不等他收回我就进步了，当，这都可以打，这都可以打，啊，可以打。他如果用离合腿踢我的面部，我也用摇闪，怎么做？动作幅度稍大，他用这条腿踢我的离合踢我的面部，注意看一下，马上上之前就打了，启动速度要快，要快。哎，这就是摇闪的基本动作和防止反击，整个我们的防守技术就讲到这，啊，讲到这，下面请看摇闪的录像练习。拳手击击法，拳和手它是两种类型，拳用拳击打对方啊，用拳击打对方，手手心手背摔抽各种方法击打对方。我们讲解直拳，大家通常所见到的比赛当中用的最多，技术动作最为简，就是直拳，但是要想打好直拳也需要下一番功夫。直拳的发力点不是靠你的手臂，它的力点呢，它的一个发动机啊，换句话说它的那个启动的根源在于脚下。我要打右手直拳，通过右脚掌蹬地推动啊身体向前，然后呢身体呢向前稍探，肩关节放松，
推动小臂腕关节紧张，使拳打出，使拳打出。左拳也是一样啊，推啊，蹬地打拳，蹬地打拳。这个技术呢，包括击打对方的面部，击打对方的腹部，啊，也可以重心下降击打对方的膝关节，外侧、内侧都可以，也可以做假动作，啊，也作为假动作。下面呢，我们看一看呢，直拳的基本技术练习方法。勾拳有三种打法，一个是上勾拳，一个是斜上勾拳，一个是平勾拳。上勾拳呢，正常实战步向你的正前方打出勾拳，它的目的呢，打对方下颚。上勾拳也可以配合直拳打上勾拳，啊，打上勾拳，直勾手，看见了。斜上勾拳呢，一般打对方的腹部，也可以向上打对方的下颚左右侧。从左向右，从左向右斜上方击打啊，从左向右。平勾拳就是这个肘臂与地面平行，击打对方很近的对手。也可以呢，全心向里，肘关节翻平，击打对方，击打对方。在实战运用当中呢，属于近距离实战的使用的拳法。下面请看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种勾拳，看一下示范练习。对方用拳击打我的面部，啊，击打我的面部，注意看，扛住以后。勾拳平勾，啊，我用直拳打对方面部，后仰蹬直拳，打完直拳马上变勾拳，啊，俩对方注意看直勾，啊，然后呢对方打我右摆拳，我打对方的平勾拳，距离近平勾拳，上勾拳，上勾拳，这是勾拳的使用。下面我们看一下勾拳的录像练习。
摆拳，摆拳进攻比较凶猛，是从侧面攻击对方的一种拳法。他的踢动作要领，如果你打右摆拳，身体稍向左转，稍向左转动，然后借动腰的转动力，肘关节弯曲向你的右前方打，然后向内屈啊，向内屈，迅速收回。这个画的弧线越小越好，不要画的很大，跑这边的重心失掉了，这时候后背都让人家打。所以打空拳以后呢，也迅速回来啊，肘关节高翻，迅速回来。勾拳的使用呢，这个可以配合直拳呢，啊，可以配合勾拳呢，可以随便，可以配合腿法呀。下面看一下我们示范练习。我们俩对垒，我提膝，对方要防守，他行，我要腿法进攻他。摆拳啊，落地，这手就打摆拳，是不是？我用勾拳，对方阻挡了防守，这手摆拳击打对方面，对方用直拳击打我啊，击打我，格挡以后，这手摆拳上，这手摆拳上，这都可以啊。这是在防守当中呢，可以打出很多不同的摆拳，进攻、主动进攻、防守反击啊。下面请看一下呢，这个摆拳的实战练习录像。摔手，摔手呢是用手背啊，也可以说是手指背从上向下摔击对方。摔击对方的时候呢，不能光靠手臂的力量，身体像传电一样，身体向前移动，然后大臂带动小臂，小臂有弹性的向前摔出。注意看一下，哎，肩关节充分，一刹那充分伸直，充分伸直。使用的时候呢，多方式多部分呢击打对方的面部，因为它从上向下击打对方面部。因为你不戴这个拳击手套啊，你的手啊比较硬，是全是骨头，而且呢你练过铁砂掌的人呢，你的手呢更不用说了，所以打到对方的面部，少者流泪，多者流血，重者可以说是鼻骨打折，骨头给他打坏，这当然有一定的功力了。使用的时候呢，也可以配合拳法呀、腿法呀、防守反击呀等等方向等等的那个技法，用摔手击打对方。下面看一下我们做的示范。俺俩实战突然就摔向对方，这是主动进攻的一种方法。另一种呢，对方打来直拳以后打防守，哎，摔击对方，或者是提膝，我提膝重心往下摔，哎，摔。我一提膝的时候呢，他自然是把他的注意力引到下方来，是吧？或者是我一出手，他一看这个手，或者稍一分神，你这手摔他面目，啊，摔他面目。这样呢，你的摔手成功率就比较高。因为再一个，你主动进攻呢，你摔手速度快，动作很冷。突然就进攻，使对方不好防守，也可以击打到对方。但是击打对方打中与打不中都感染了对方的视线，对方一下眼睛看不着了。在这零点几秒的情况下呢，你可以踢腿呀、打拳呐，是吧？各种技法，包括抱腿呀，将对方摔倒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这是在你的自然发挥，而且呢，手是你的可以起到了你的开路先锋。
起到这个作用。下面请看一下摔手在实战当中的录像。手心手背的问题，摔手用手背抽击对方，拍手呢用手心抽击对方，啊，动作可大可小，直接就摔，也可以抡起来打对方，这也叫拍手，这也叫拍手，他的力量也包括身体啊向前蹬转，而且呢大臂带动小臂，小臂带动腕关节向下甩，万关节向下甩，这摔手啊拍手都是腕关节发力。轻者呢，也可以一下把对方打酸了，影响对方的视线。另外一个拍手呢，还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？拍击对方的手臂，然后用逆手击打对方。下面看一下示范动作，大家就清楚了。正常实战，啊，对方直拳打我胸部，拍，用这个手抓击对方的面部，或者用这个手防守。或者我动提起对方重心下降，啪连摔对方，对方实战不上好，拍击对方的手啊，拍手拍击对方的前边的手，然后用后手直拳打他，也可以前手拍啊，拍直拳打，可以击中对方的面部，这是拍手的作用。下面呢，我们就看一下呢拍手在实战当中的录像。六，抽手。抽手呢，种类比较多。用手背由左向右，或者由右向左。用手心，这都属于抽手，抽上抽下，抽上抽下都可以，左右都可以抽，动作可大可小，也可以呢抽手以后有弹性的收回，啊，有弹性的收回，有弹性的收回，也可以抽到侧面去，然后便于这手出击。方法呢这么几种。近年来在全国比赛当中呢，抽手呢出现的比较多，也经常看到大家呢有一些运动员呢找一些窍门，怎样找窍门呢？他围着击打的远呢，抽手的时候把手套你松脱了，和手套越抽越长，在你预料的情况下你打不到对方，但是你手套很长，啪就抽中了，抽对方脸上了，抽上以后呢紧接就侧踹，是吧？便于他的腿法进攻，是吧？便于腿法进攻。下面呢，我们做一下抽手的示范练习，大家看一下。实战，重心稍下降，他也跟我下来，下降，这时候抽他脸，啊，抽他脸，也可以呢，直接抽他脸，这手上来防守来了，回来，啊，这个手抽他脸，啊，这手格挡了，格挡了。哎，啪啪啪！哎，这么几种主动进攻方法，那当然也有防守反击啦，啊，也有是那个配合步伐啦，配合其他的假动作啦，用抽手进攻。下面呢，我们就看一下那个抽手的练习录像。
下面我们讲解第二部分，走法。走法何为走？走呢是大小臂屈起来连结处，它的凸起地方，这就叫走。啊，走的肩顶部也叫鹰锥骨，比较坚硬，可以顶击对方。走的周围啊，走的周围可以砸、挑、盘击对方，盘击对方。所以《全言》中啊，有讲“权倾走重，权倾掌重走要命，宁挨死走不挨一肘”，足可以证明呢，肘法的威力很大。肘法在近距离实战当中，它的威力要胜过拳法和腿法。走法的种类也比较多，下面我们就开始讲解呢。走法的一，顶肘。顶肘分上中下三层次，三层次顶肘。上顶肘攻击对方的下颚面部，中盘顶肘也叫平顶肘，攻击对方的胸部，下顶肘攻击对方的腹部和裆部。方向呢，有向前，向前顶肘，啊，向右顶肘，向左顶肘，然后呢，在实战的时候还可以向后顶肘，啊，向后顶肘，啊，这都属于手法的，这么几种顶肘方法。所以顶肘的方法呢，这都叫顶肘，但是呢，分几层次啊，那个前后左右啊，这种类就多了，所以我们就都叫它顶肘，啊，都叫它顶肘。顶肘呢，动作要领就是后脚蹬地向前，推动身体向前，啊，推动身体向前，然后呢，肘高提，后手的掌心顶按前手的全面，使这个肘呢向前推进，肘高抬，肩高抬就叫上顶肘，重心稍下降，肘平于地面，这叫平顶肘，重心再下降，这就叫下顶肘，啊，这叫上顶肘。顶肘的实战呢，在近距离实战当中呢，啊，可以配合拳法，啊，配合摆拳呐、平勾啊，或者抽手啊、刺拳呐、掰腿呀、后弹腿呀，使用这个肘法，也以做假动作，也可以用肘法呢配合手法练习。下面呢，我们就练习一下肘法的实战运用，给大家做个示范，大家就清楚了肘法的用法。我们俩实战了，对方用右摆拳击打我面部，格挡，然后我上步上顶肘，对方用左摆拳击打我面部，格挡以后顺势顶他的肋部，或者是顶他的腹部，啊，或者顶他的腹部。我主动进攻的时候呢，摆拳他要还我顶，这是一种打这个摆拳上步，啊，这是使用肘法顶肘。如果后顶肘的时候呢，怎么做？可以配合对方来的方向，在这个自己的感觉当中，他是哪个手抓你，或者是对方站的位置来使用它。你看一下，我背向对方，对方抓我的肩部，啊，他只要抓我肩部，他肯定要向后拉，借他向后拉的劲儿，平顶肘，顶击他的腹部，或者借他拉的劲儿，顶击他的下颚，是吧？他抓我头发也可以，不用回头，顺劲就砸下去，啊，这样呢，借对方向后拉的惯性，将对方顶伤。下面呢，我们就看一下顶肘的基本练习和实战运用的录像。
条走。下面我们讲解条走。条走是弧线进攻的一种走法，从实战部开始，身体向前沿后向上挺腹啊，借这个挺腹这个惯性走，由下向前上方跳出啊，向前下方跳出。这个手当然了起到保护下颌的作用。前手也是一样，前手向前上步，哎，向前上步挺走。如果借上这个重心向前，脚掌蹬地的力量挑出这个肘，比较大，比较大。使用的时候呢，它和勾拳略同啊，和上勾拳略同。它一般呢击打对方的下颌比较多，但是腹部和胸部呢也有。但是呢，这个勾拳呢，它是用拳击打，勾的稍远一点，肘它叠起来了，这个位置。近距离使用特别好使，是吧？也可以配合其他拳法啊，比如短拳啦，刺拳啦，平勾啦，或者一些掰腿啦，使用这种。下面看一下我们的示范。实战，打对方摆拳，对方防守以后，调整，对方打我摆拳，调整。这手打我摆拳，防守以后调肘，然后调肘以后呢，可以做转腿转肢，转体的时候用这个腿抵对方半步，调肘以后注意看，配合短腿啊，配合短腿。要是腿，但是你使用肘法，你不能放长腿踹进去，那你踹不到。所以你就必须配合短腿啦、错脚啦、后弹踢啦，使用这种腿法啊，短和短使用。当然对方和你拉开的距离以后，这时你就可以使用点脚啦、踹腿啦、发后腿啦等等一些。下面就请看一下调肘的练习与实战。三盘肘，盘肘相当于平勾拳和摆拳这个性质，它是从侧面攻击对方，啊，从侧面攻击对方，它的发力呢，主要是靠腰转，主要是靠腰转。在使用的时候呢，一般这个盘肘呢，攻击对方的肋部比较多，但是对方抱你的腿时候啊，可以盘你对方的面部，啊，下颚。使用时候呢，从实战部开始。我要使用这个右盘肘，啊，使用右盘肘，转体，借个转体力量，啊，借个转体力量盘出去，用这个小臂的肘的外侧前一段击打对方，啊，击打对方。使用的时候呢，可以配合裸手啊盘击，或者是啊对方进攻格挡以后盘击，啊，都可以。下面我们做一下示范。对方左摆拳打我的面部，格挡住了，然后前腿落地成马步，啊，砸击他的腹部。对方要抱我的腿，在他刚一接触时候，再还有，啊，迎击他了。如果抱住以后。这个手就可以盘了，是吧？扎着对方的额头啊、面部、下颌等等部位，是吧？下面我们就看一下盘肘的练习方法与实战。
是杀手，杀手也是用小臂的左外侧从斜上方向斜下方扎击，略同于劈打吧，略同于劈打，它只是曲臂扎，啊，包括的背阔肌啊、踢转呐、啊，整个全身的力量运用到这个肘上，是吧？关键时候可以就扑打，扑到身上去扎他，身体扑打扑到身上，然后左右扎肘，将对方扎倒。使用的时候呢，这个在近距离的时候很好使，晃下打上，是吧？或者是防守扎肘。下面看一下示范，从对方实战，我对方抱对方的腿，对方扫下防守，这时候呢扎肘，啊，来注意看一下，我抱对方的腿，从这拿起对方，啊，对方摆拳打我，拿起对方，这方摆拳。哎，对方打我腹部，哎，都是用扎肘。扎肘的运用时候呢，很灵活，他还可以在乱拳之中啊使用扎肘。对方打拳呐、啊，砰砰砰，左右的摆拳平勾打你头，两手抱头。当对方拳法稍一放松的情况下，这时候呢，砰砰，顺手两扎肘，扎中一次就能使对方。最次几秒钟不能再战，啊，轻者呢也能给他打个趔趄，或者是死掉重心。下面就看一看扎肘的基本练习和实战的运用。沉肘，沉肘怎么使用？换一个角度，从侧面踢边腿，踢边腿，这个效果就比较好，是吧？他用腰转带动大腿，甩动小腿向前踢出，啊，向前踢出。使用那就比较多了，可以配合拳法，可以直接进攻，可以呢啊降攻啊啊，踢起以后，当对方防守时候呢，马上大摆拳，方法很多。现在我们就简单做几个示范，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俩实战，是吧？我用右摆拳虚晃，这是我上背部，为提左边腿创造良好的条件。他一防守，这手和他接触不接触无所谓。回来以后，踢对方的腹部，对方打我摆拳。摇闪过来以后，正好我起右边腿的时候，是吧？这时躲过来以后，起中，踢边腿，踢中对方腹部。这是使用边腿，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招法。下面呢，就请大家看一看边腿的示范动作，包括实战运用。
带水的第二轮侧穿啊，侧穿，它是侧面对不对啊？用脚底的外侧啊，脚底的外侧踹击对方，这个优点它防守比较好，侧面对的地方啊，不像这样对的地方面积比较大呀，有效部位都露在外边，这个防守面小啊，这都保护着身体啊。而且侧踹它的优点呢，踹腿的踹的长踹的远，它的优点在这儿啊。那技法呀，配合手法，配合拳法，配合步法呀，都可以使用。下面我们做两个例子让大家看一下。对方打我直拳，背着他照，我这个侧踹踹到肚子上了，啊，背着他照踹上了，啊，或者我打对方，对方稍一防上，右踹，还是侧踹，可以换成侧踹。实战说，打对方摆拳，对方要防守，是吧？踹，对方要后退，后退，换腿踹，哎，换腿踹，这是可以远近配合。还可以踹对方的小腿啊，高可以踹头部啊，等等啊。第三种呢就是后踹腿，后踹腿，踹腿的后踹。你在进攻的时候呢，向后踹击对方，向后踹击对方，攻击你后边的对手啊。和侧踹腿呢略同。下面大家看一下我和对方的实战啊，叮当就正对打，打得很激烈。我顶不过对方吧，对方的拳法比我好，砰砰砰直打我头部，是吧？所以我没办法了，我就转身跑。他追我的时候踹头，追我的时候一个后踹，是吧？攻击对方。当然也可以配合侧踹，使用踹腿啊，配合侧踹。注意看，我踹对方一脚以后转体后踹，啊，踹对方一脚以后。没踹着，转体用后腿踹击对方，啊，踹击对方。下面就看，请看一下这个踹腿的基本技术和实战运用。踢边腿，踢边腿，这个效果就比较好，是吧？他用腰转带动大腿，甩动小腿向前踢出，啊，向前踢出。使用那就比较多了，可以配合拳法，可以直接进攻，可以呢啊降攻啊，提起以后，当对方防守时候呢，马上大摆拳，方法很多。现在我们就简单做几个示范，教大家看一下。
我们俩实在啊，我用6000虚晃，这是我上阵唯提左边腿创造良好的条件，他一防守，这手和他接触不接触无所谓，回来空踢对方的腹部，对方打我摆拳摇闪过来以后，正好我起右边腿的时候啊，这是躲过来以后起中踢边腿，踢中对方腹部，这是使用边腿，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招法，下面呢就请大家看一看边腿的示范动作，包括实战运用。这个踹腿的基本技术和实战运用。